冇套路，冇團購，100萬起買市區三房洋房，首付25萬起，原樓正裝交付，1公里範圍內所有配套齊全，衣食住行步行即達，貨量唔多，貨量唔多，貨量唔多，嗱嗱聲睇樓 go！ 係啦，咁我哋依家上咗示範單位嘅2樓嘅，係嘛？咁我哋呢個小區咧都係一個成熟小區，我哋依家先睇一個85方嘅，啊，咁仲有一個細少少咧就冇示範單位。咁入到嚟咧，咁85方其實喺市區嚟講咧，呢個位置咧，呢個地段咧，同埋呢個户型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入到嚟啊，廚房嚇，因為你呢個户型嘅話，應該都唔會好多人住啦。不過你小朋友啊大人一起住，其實都係夠嘅。呢度仲有一個露台。露台咧就可以摆洗衣机、晾衫。咁你因为个小区已经入住噶啦，系啊，我哋依家呢个系加推嘅，所以都系成熟小区嚟嘅。OK， 呢度做翻个门就封闭式嘅厨房。佢最好咧就系85方去做咗2个洗手间啦，吓2个洗手间非常之少有嘅。咁我哋先睇下，咁我哋依家2楼呢个角度咧可以睇翻园林啦，我哋嘅泳池啦，啊可以睇翻有啲已经系有入住紧嘅。其实呢个小区咧嘅品质都唔错，好，我哋睇下个房。先呢度开始，因为佢个客厅咧系做咗干湿分离，即系洗手台咧做咗出嚟。我哋不过我有2个洗手间都唔使争刷洗面啦，上洗手间呢啲。个房都唔会好细，我哋呢度米半床，再摆大少少，摆个衣柜，其实都够用嘅。我记得最初个呢个款咧买嗰时都唔平。咁依家嗰個價錢咧就抵買啦，係啦，呢個房又唔細，係嘛？擺個衣櫃，其實都夠用。主人房仲帶埋套間，咁大個衣帽間，個衣櫃唔錯，係啦。嗱，其實洗手間唔會細，冇話85方做咗3房，佢細，佢個使用率仲高。啊，轉角位一個房間，啊，嗱個牀啦夠大啦，就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咁我哋依家睇紧呢个户型咧，85方，佢嘅总价咧大概系115萬左右嘅，115萬起，大概嘅首期咧系25萬到30萬左右，因为楼层呢样价格唔一样嘅。系啦，咁我哋呢排加推嘅5栋咧喺身后呢个位置，其实呢个位置咧望翻个楼距咧都系唔错嘅。咁佢依家性价比系高嘅吓，依家入手嘅话，佢个。我哋睇咗咧，系80方嘅3房咧一位，同埋85方嘅3房2位，啊有2个洗手间同埋1个洗手间俾大家拣嘅。啊喺市区内咧，100萬咧就可以上车啦，总价100萬，大小即系85方嘅话，大概就系115萬到啦，而且系冇团购费、冇套路嘅，就非常之唔错啦。咁可以可想而知，隔篱嘅楼盘咧已经去到最平嘅，隔篱16000起，啊甚至去到20000多啦。咁我哋呢个地段都唔错嘅，周围1公即系周边嘅配套1公里范围内全部都有晒，衣食住行都有，咁有个3甲级嘅医院，我哋嘅中医院都喺附近嘅，而且咧最好嘅就系验楼发售，俾钱夹埋手续，2个月内就收楼，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买点。你问我呢个小区有咩唔好呢？唔好啊，就冇咩拣咯，就得翻几只户型而已。剩低的货又不多了，因为之前都知道买开绝对是不止这个价钱的。如果你有留意开这个楼盘，其实现在是可以出手的了。如果有兴趣想了解这个楼盘的话，可以嗱嗱声约张你睇楼的。好，那我们这期的楼盘资讯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